小巨人，他的影子就是本尊。生命中还有许多不完整，我会好好补修学分。我是风，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从你身边飞过，或许你不曾注意我，但会看见树叶飘落。我是风，在你低下头的时候就从天空划过。你注定无法看清我，只能感觉白云飘动。一个人有多大的能耐，不能只看他的外在。一颗心到底挂厉害，气挂卖力就在。我的心里住着一个小巨人，他的名字叫做诚恳。也许没有当好人的天分，但从不放弃任何可能。我的心里住着一个小巨人，他的影子就是本尊。生命中还有许多不完整，我会好好补修学分。生命中还有许多不完整，我会好好补修学分。穿个安尼，我为装个头影吼，我伫甲你用呢。我甲我妹骚声，你拢无要甲我插无？无听到啦。凤凤哦。对啊。啊，你考在倒位？师范大学数学系。师范大学哦，哎呦，你那真牛啦！科长，阿姊，你怎考着师范大学啊？是啊，哎，我咧真搞啦，真正考着吼，啊头迄是毋是学费拢免答？就是免学费啊，我第一志愿吼，即是填师范大学啊。哈哈哈！下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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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我着知哦，若免开钱吼，卡奖加阿姊一定会下天下地啦。我来大行状，互厝边头尾哦，知咱顶下做财前咧考着大学。安尼敢袂收钱呀？袂啦，迄大学足歹考的咧。今天你上楼，啊，看你要吃啥吼，赶紧，好。好啊。好。要吃卡吃。电川读师范大学，唔免交学费，安尼我就会当开始欠钱啊。等有一天卡吃答应啊，我就甲陈秀英带入门。拜约会拢在甲时间走相了，几个月连落来，我愈走愈紧，会当甲杨传广出国比赛啊！阿强，你想啥回来哦？嗯。阿咪，啊，咱是啥物时阵去甲人挂在旁边来买啊？无啦。是陈秀云哦，互家乡的啦，我是人给因的。啊，因都家己留咧遮就好啊，哪会要摕予咱？家乡嘛真嗨啊，无代无志接收人物件是要从啊？卡长，啊，陈秀云无嫌咱斗散，愿意甲家乡做伙食苦，你敢袂伫反对啊？人爱出世伫个遐尼好个家庭啦，啊，阁是查某囡仔人，伊要哪会知影啥物叫做食苦？啊，着像家雄讲个啊，
伊个生意会愈做愈大，啊以后咱家个环境嘛会改变。啊，陈秀琴若入来，只要顾店，以后生囡仔、顾囡仔，他有啥物通去食苦个？恁少年人个生活拢足简单个啦。啊，咱家用，逐工安尼拼命拼力啦，到即阵赚偌济钱，我毋免看少婆，嘛算会出来啦，要赚食三顿，无问题。啊，若想要欠钱哦，学啦。卡强，卡叔讲，家乡若坚持要娶陈秀银，其他查某囡仔拢袂，安尼要安怎？伊若真是有爱陈秀银哦，就应该爱放手，互伊去找一个门当户对人，过着安稳的生活。即摆我讲啥哦，家乡拢听袂入耳啦。你替我去考卷，将较常讲这话讲给伊听，开普会了解。你这个，我迄本杂志你看好未？你手要转去啊？这个好啊啦，等我一下。啊！但你最近是安怎？这么认真在学做啥？安那？要嫁人啊？我本来就会晓做啥，啊，不是即摆才学的。当我洗目睭，嘛毋捌看你这么认真。敢讲又讲有咩事情啊？即摆有别人讲啦。不过，咱讲实在啦，你敢真正要嫁人家哟？我之前听讲哦，伊安尼常常换头路，啊，即摆才因爸爸迄陪导游生理做得好无？敢有趁钱？是讲有趁钱啦，啊，不过哦，我想应该趁无偌济。若真正有趁钱，应该加请一个人啊。即摆哦，送货、进货拢伊家己伫无闲，唉，嗯，袂晓讲，嗯。我甘乐乐，等个讲袂晓讲。哎，是你问我才讲的呢，以后你问我啥哦，我爱睬你啦。哎，迄性地爱改啊，都已经要嫁翁啊，迄个性安尼哦，免来这样听。卖嫁就好啊。卖嫁就好。你讲着尤家雄吼，迄目头头安尼结做伙啦，佮讲袂嫁。我看哦，迄无偌久的，又该是阮来提亲的啦。就你莫有白讲，你搁一直讲。迄笑拍断你阿背哦。恁两个啊，把一个出来顾店，我要去送冰糕啦。紧去顾店啦，我板阿爸哦，你才回去。哎，恁姐夫咧等我回去呢，你搁叫我去顾店。是道长讲的啊，去去去。我这两件衫哦破空啦，你帮我补一下好不好？哎呦，这两件衫拢遐尼旧啊，你哪无爱归去买新的啦？哎呦，我即马爱搬囡仔，做粗工，穿新衫就歹做事啦，麻烦你啦，哈。哎。我问你一件代志，你阿老实甲我讲哦。什么代志这么认真啊？你即马做生意，到底有赚钱无？哎呦，我是咧做生意，唔是咧做工程呢，当然嘛有赚钱啊。真正有赚钱哦，那安尼，一个月赚偌济啊？赚偌济哦？哎呦，好变大呢。
我伫咧问你一个月赚偌济钱，敢有够一家人食穿？哎呦，嗨啊啦！咱两个拢无啥雨伞呢，是要哪转去啦？杨家雄。啊。杨家雄。啥啦？你到底是要讲还是不讲？哎呦，雨这大，你直接讲啦。哎呦，你无讲就袂哩吧？好，你真牛啦！甲你讲有趁钱，是安怎你唔相信？赚一块嘛是赚，赚一百块嘛是赚，你到底赚偌济钱嘛？做生意本来就有大过小过啊，我是要安怎回答你啦？暗来洗去一定有赚钱的啊，无我哪会继续做？安尼讲你满意无啦？我敢开嘴讲要娶你，我一定会照顾你一世人，袂让你吃苦的啦。还是你今麦在讲以后的代志，谁知影？我杨家雄讲的出嘴，就一定做会到。虽然讲可能无法度让你过参照今麦的生活，啊，不过我一定袂让你吃苦的啦，这点我会当保证。时间无早啊。我要来等啊！小等下啦，你敢知影？我逐摆甲你约会哦，我拢足惊日头的落山的。我心内总会偷偷拜托日头，拜托伊冻较久的，五分钟、十分钟嘛好啊，我会等甲你约会较久的。我实在做唔甘，甲你分开的。阿咪啊，哎，家用的宝出门的时阵无拿雨伞呢，即摆雨愈落愈粗啊。你好上夜嘞，机会上头侪面哈。哦，我这小机也着随去吼。哦，哎呦，啊你太袂晓小等嘞，我才要去接你尔，你看啦，雨啊大，啊我澹糊糊啊啦，哎呦。我看这雨可能落到半暝啦，归去走转来。哎呦，我看先，我是紧去洗洗啦。起来，紧起来，走路啊。大妈，起身久。袂紧啦，安尼凉凉啊，较清新啦。哎呀，紧，起落较早咧哈。卡正，我叫秀英哦，甲我这两领衫会破空补补的啦。吼，你卡手偌紧咧，我来因家食饭哦，甲阿伯泡一泡茶，伊就随补好呢。你鉴定者，看伊手艺哦，有合格无？卡强，你看，伊这破空的所在哦，补甲足整齐啦。啊，无详细看哦，根本就看袂出来有补过呢。加先去洗洗是无听的哦，那伊鉴定，再再看。卡强，我有一句话想要甲你讲啦。讲完我就去洗身躯，你就停一下听我讲啊。卡强，陈秀英伊会晓煮饭，会晓做衫，啊，因家的家教嘛真好，一寡做人家后的基本条件伊拢有啊。你是搁咧顾虑啥啦？啊，是你到即马还搁认为陈秀英足娇的，烦恼伊无法度做咱家的好媳妇哦？我烦恼的是，咱有啥物资格去顾盼这门亲戚？阿伯都已经知影阮两个咧交往啊，伊也无反对啊。都是因为晋上做人才好，我才颠倒你敢嘛对人歹势？人单家是啥物家世？
陈秀英就出事，都吃好、穿好、住好，厝内阁有长工，啊，咱找是啥物环境？真是忍心，让陈秀英安尼和咱做伙吃苦。客长，是安怎你一直认为陈秀英叫予我就是吃苦啦？敢讲，你认为我搁较安怎打拼，就是无法度赚大钱，无法度予陈秀英过安稳的生活哦？客长，就是唔甘看你拼到安尼，赚的钱也是有限。我知影你足介意陈秀英，啊，不过爱情袂用准崩吞。咱艰苦惯死啊，暗过啊配袂做一顿，日操袂平，逐工这么辛苦，趁钱来抵了贷款，这款的日子，陈秀英敢有法度过？你敢真是这么忍心？要予人一个安尼富家人家的查某囝，来对你受苦是无？卡姐，自我做兵转来，换几落行头路，拢赚无钱。陈秀英伊拢知影，伊也无因为安尼气嫌我。伊从来毋捌看轻我，我嘛从来毋捌看轻我家己啦。因为我心内足清楚的。艰苦、赚无钱是一时的，只要我继续拼落去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有法度出头天的啦。卡强知影你足打拼，你头脑也真好，啊，不过人生的路途坎坎坷坷，不是你认真打拼，就一定会当安稳过生活。在我上失志的时阵，你用这个字来鼓励我。你讲人这个字，就亲像两支脚，在人生的路途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，只要坚持走下去，总有一天一定会走出自己的路。这几年，我一直把卡强的话记在心肝头，不管多大的打击。我拢挺过来，我有法度走到今日这步，我绝对有法度赚搁较侪的钱，予厝内的人，予陈秀英过搁较好的生活。这点，我会当对天保证。坐啦，冰糕要爱几块？凊彩到有滴个。阿姆，你哪会来？是毋是家乡发生啥物代志啊？阮家乡无安怎，我是来家己，想讲顺路来甲晋商打一下招呼嘞。啊，阮岛上出去送冰糕啦。哦，阿姆，你歹坐啦。
恁笑好我啦，做你袂用你的。哦。陈小姐，嗯，我看你穿的衫裙拢真水呢，是恁家己服装店咧卖的晓？无一定啦，像这事哦，就是我家己做的。嗯，嗯，有影真敖呢，布料、色水拢真敖配，这衫型嘛做个真好看。余太太，你哪有闲好来啊？真傻，真久无看啊，生理足无闲吼。逐工拢嘛安尼，姐啦。真傻，昨日阮家雄破病，你搁去到厝内看伊，搁送阮遐尼济水果。家雄出院的时阵，你搁叫两位千金摕鸡转去到阮厝，我心内一直感觉足袂得过，啊，毋过。嘛一直拢足无用的，拢无当面来甲你说多些，真是足失礼。哎呦，尤太太啊，免客气啦。家乡自细汉啊，都常常伫我遮出出入入，袂输家己个后生共款。啊，我安尼做嘛是应该啦，你毋通放伫个心肝顶呢。哎，米志狗啊，去下水果。啊，人客来也袂用泡茶招待，实在是哦。小姐。多谢。哎，谢啦谢啦。阿家雄啊，伫做导游甲分酒的生理，一定真无闲吼。逐工嘛安尼哦，自透早做到半暝啦。这是阮家雄咧卖导游甲烧酒啦，粗俗物你莫去嫌咧。余太太，你是真客气啦，搁送到这济罐，搁予你吼安尼为新爷逛到这来，实在真歹势嘞。唔通安尼讲啦，这也无偌重啊，是讲哦，阮厝的嘛，干那我着送你这个粗俗米，你莫客气就好啦。袂啦袂啦袂啦，啊，无你小坐一下，我来泡茶吼。真是要无用啦，俊生，我还搁赶车班，甲你讲几句就要走。哦。家用一个囡仔吼，体格真好，啊骨力还阁轻做啦，实在袂歹啦。啊，不过可惜，阮的家境都甲人袂比拼的，啊，阮做爸母的吼，嘛足含慢的啦，无才调甲伊斗三工，所以事事项项伊都爱靠伊家己啊。嗯，凡事起头难嘛，少年人只要肯打拼，一定有前途。尤太太啊，你免替家用烦恼啦。先生。真是足感谢你这尼啊看重阮家乡，啊你嘛真清楚阮的家境，固定都无气嫌。自阮家乡从初中含恁建州同学，你都一直真疼疼伊，到到即阵，人恁建州伫咧做医生啊，你依然是安尼无气嫌阮家乡，依然是安尼伫咧疼惜伊，阮真是足感心的。哈哈，不管是做粗工，还是做医生吼，拢同款啦，拢嘛是为着顾三顿，度囡仔大汉啦。哈哈，人伫咧讲啊，一人一款命啦，家乡吼为家己的命家啦。无论环境是好是歹啊，一个人上界重要就是唔通失志。无论环境安怎艰苦，嘴已经咬咧拼到底啊，总有一天啊会出头天啦。晋生，你这话对阮家乡来讲是真大的鼓励。
既然咱拢知影囡仔足打拼的，啊那呢，咱这做时代，是毋是无管安怎，都爱予囡仔支持，爱甲囡仔斗牵绳？晋桑，你讲对毋对？阿姆，啉了豆汤啦。哦，真是无客气啦，我还过来赶车帮呢。才赶紧哦。晋桑，有闲再来找坐。陈小姐，我先来。顺行哦。阿姆，再来坐啦。家长，啊，你是走去倒啦？比如阿桑要做啥，来找你两逝啦。惠弟，迄永远无代志做，加行两逝当做运动啦。哦。你回来啊？回来一个衫仔橱，还是顶个床，内底搁顶个安尼，是要咱做新娘房啊？卡巧，你要让家雄娶陈小金哦？因老爸是无讲好啊，唔好啦。不过听伊话伊吼，应该是无反对啦。你换衫出去，就是去家伊找陈小金老爸讲哦。我了准讲你去拜拜。咱想讲放遮久也袂倒转来嘞，这壁爱定油漆，天棚嘛都爱换。哦，我这塔门无换换嘛袂看口嘞。哦，也爱传聘金，也爱开这条。加油！加油！嗯。卡将答应个啦。答应啥？刚不是咧商量这件代志，你煞袂记着，让你娶陈秀玲啊？啥？你讲卡强答应啊？嗯，卡强哦，跟你烦恼新娘房，看要哪装哦，聘金偌济啦？哎呦，哎，当时决定的啦，拄则哪无跟我讲啊？哎，你嘛较细腻的，卡若歪着，就变摆卡新郎啦。阿强，嗯，你是在找啥？想看你眠床脚有钱通扣。你想讲我甲西街藏在眠床脚，那有早都鸟车搞歹去啊？现开都无够啊，有通啊留咧有鸟车加咧。我是咧想看哦，这房间哦，爱紧来整理理咧，看看咧啦。通哦，选一个所在放秀玲的梳妆台啊、衫橱啊。啊，上好看，搁有一个所在哦，囡仔若出事哦，通放药膏啦。卡强，你真正同意哦？尊重卡强同意，嘛都爱秀伊面倒上顶头啊。进前伊来咱厝哦，咱拢也无啥物通好好啊招待人啦。啊，今仔我去因厝，哦，看因咧店面咧三间遮大间，生意做甲安尼，卡强就想讲哦，咧讲话当中安尼甲点的点的。结果也拢无表示啥。卡姐，你放心啦，阿伯一定会答应的啦。只要你同意哦，秀吉面头那边绝对无问题啦。
道长，来，吃水果。家雄的妈妈，今天专程过来拜访咱，伊的意思啊，你应该知影吧？伊老是甲道长讲，你有啥物打算？你敢真是决定要嫁予家雄？我家己嘛唔知影。啊，你家己交往到即马，你认为这个查甫人是毋是会当我靠？啊，你两个个性是毋是哈？你应该是比杜尚较了解啊。伊哦，是袂对我大细声啦。等到是我生性地的时阵，伊拢会较紧张的呢。家乡的个性啊，就如何，这点哦，我嘛真欣赏啊。啊，不过我是烦恼伊的经济无稳定啦。答辩，我问伊生理有趁钱无，伊拢讲有。啊，不过我看伊一个人，搁爱顾来，搁爱顾外。嘛唔肯加请人来斗相共，我烦恼，其实伊无赚啥物钱。你若今日食苦吼，归去你就选吴先生因后生啦。吴先生因兜工厂较大片，因后生对你的印象阁真好。安尼啦，过两工啊吼，我叫某人婆啊，过甲因托头一个，叫因过来讲亲情啦。啊！来啦，杜尚，我对迄个细号的根本无感觉。你敢若对家号有感觉，啊，你阁烦恼嫁号会食苦。家号因家家境确实无好啦，啊，因妈妈今仔专门过来拜访啦，阁送豆油，阁送烧酒。我是伫咧想啦，家号的生意应该是做了袂歹啦。啊，若无照因妈妈的个性啊，若无迄个本事娶新妇，嘛袂专安走即逝，互家己无面子啊。啊，因妈妈是安怎讲啊？我今日碰着头汤入来，因妈妈就赶要去坐车，恁在讲啥，我拢无听着。因妈妈哦，是过来探我的口气，啊，伊话嘛讲啊真白真直接，伊的意思啊，是伫咧问讲。因家的家境无好，我是毋是会气嫌因？啊，你安怎回答？啊，我都还袂甲你参详过，我嘛毋知影你安怎拍算，我是要安怎回答啦？啊，若是伊搁来问你，你要安怎讲？我会老实甲因讲啊，我见囝婿是看人品，毋是看钱财。我要替我的查某囝。拣一个当挖苦一世人的好翁婿，你甲我家雄敢有这个条件？你敢真是决定要嫁予家雄？啊，你家己交往到即马，你认为这个查甫人是毋是会当我靠？啊，你两个个性是毋是会合？因家的窗仔是破去的呢，每一家的棉被拢是破空国家补的呢。你敢看到因家散食，你拢无注意到伊的眠床边？放做一个本子的，伊哦做工课拢遐尼忝嘛，搁遐尼认真伫个看书，可见伊是一个真拍拼的人。你一定是哦，为车头一路走到遮来，啊，怎啊规身躯拢是汗啦？不要紧啦，这风吹吹就干啦。
三毛，你好。来乱的哦，无形无讲的。杨家雄。我拢已卡第三通了，你搁唔接电话？紧接吧。三皇你好，要听导游还是小酒？是我啦。安怎？好啦。什么代志好？你迄天问我的代志啊，害我规暝想甲困袂去呢。你即马搁问我什么代志好？哦。你讲我叫你搁做两领西亚衫的代志哦？做你的大头啦！你真正足过分的呢，我擦你啊！啊是啥物代志，害伊规暝睏袂去，一透早搁敲电话来发脾气啊？干咩事？你讲好，是不是你答应嫁我？阿伯也答应哦。唔着讲话，阿伯有讲啥啦？恁两个啊，有啥物代志，敢袂当连讲见面才阁讲？安尼七早八早电话两两叫，害我的秘书走出来接的。我廖准讲啊，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啊，袂是的啦，我廖准是收银接的。啊，你无闲啦，吼。哎呦，煞一个。拄只话就讲到遐明啊，嘛无听阿伯伊讲反对啊。敢要是阿伯答应啊？一定是啦，一定是秀英答应嫁给我，阿伯嘛同意，下次透早打电话来。一定是，一定是。卡长，秀英明爸爸答应啊啦，你有听到无啦？阿伯答应给秀英嫁给我。我搁哈大声，厝边隔壁拢听得到。啊，都要结婚啊，阿爸来互因知影的啊，对不？谢谢。我看到哦。那是什么味啊？那种臭味大味。啊？啊！我爹煮物件啦！啊！起来啦！加油！起来！起来啦！哎，在哪里啦？起来啊！起来啊！多少？高子啊？高子啊？阿姨，你这早起来？啊，我要开始惯习五点起床啊。家乡讲哦，伊妈妈拢五点就起来穿早顿嘞。无得看，佫会这早起来？原来五点过来天就是安尼哦。米一口啊！啊？你结过了，伫咧煮三顿的时阵，
若是有人客要来买物件，也是人伫咧化炉间啊，伊就叫恁大家甲恁大哥仔甲你斗相共，唔通吼安尼空过放咧，去无用其他诶代志，啊定十方了烧吼，安尼足危险诶咧，你知无？豆三，你免烦恼啦，家乡因兜遐尼侪人，才会空过哦，轮袂着我啦。安尼袂用恁诶，我看吼，明仔我爱叫火姐啊，四点半就甲我叫起来。离我结婚阁有一个月，啊，到我结婚迄天，我应该嘛爱管事，才尼早起来。你安那扫会清气啦？这椅啊吼，爱举起来，来扫扫，才阁放倒转去。这椅啊，卡无人看会到啊，扫较清气要创啥？那是你无看尔，啥物人无看？扫桌啊，较唔安尼扫，啊做代志较啰嗦。迄椅啊哦，会搬来搬去啦。啊，这桌啊卡是谁食饱伤闲的苦力检查啊？我扫你看，这扫这桌啊卡吼，人爱苦来。啊，这桌啊间吼，两边先扫，啊再扫另外一边，啊你苦来扫，才扫会清气。来，我来扫看麦。豆沙，你真正有够啰嗦的呢！啊，扫一个涂骹，就要扫到这么搞工哦。若是要做到你这种要求，啊，唔就规天扫涂骹就好啊，拢唔免做代志，哪会这么爱管？自细汉到今嘛，我是当时要管你啊。恁两岁都无妈妈，豆沙嘛唔敢甲你念，唔敢甲你管。连一块碗也不敢让你洗，多少哦，来当照顾你一世人，安尼就好啦。多少？豆桑，家雄哦，一定会对我真好啦，你免烦恼啦。我是会当烦恼啥啦？查某囡仔大汉，就是爱嫁人啊，佫较唔甘，嘛是爱甲嫁出去。自从你答应要嫁予家雄了后，豆桑就应该爱放手啊。将来是好是歹，拢爱家己去面对。你要有一个决心，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，拢爱笑着去面对。家乡将来的好也是歹，拢需要你家己斗相共。你一定爱比家乡更加勇敢，才会当把这个家撑起来。你一定要有一个决心，知影无？豆三，你安尼讲，我拢无想要嫁人啦。你是咧讲啥？啊，无想要嫁，是要留喺厝里做老姑婆是无？我无啦，我无要做老姑婆啦。你够呛啊！家长，我汇款收回来了啦，
啊，你阁有啥物花仔钱还袂收的？我走一逝甲收转来。我拢收好啊啦，啊，你的汇款摕来，我算算的吼，啊，看时候请人客倒啥落落的吼，看有通剩偌济啦。 今仔日行钱无够用啊！你搁有开票哦？我无法度啊，因着讲一个月手头较闲，总无钱啦，我只好收票转来啊。啊，搁有啦，迄新娘哦，人会判价嘛，迄包红包互人，无记着咧。啊，搁有啊，秀英讲因两个查某孙仔要斗牵新娘衫啦，嘛是迄包红包的喏。啊，有媒人无牵着好啊。 一人一款命啦，无论环境是好是歹啊，一个人上界重要，就是唔通失志。无论环境安怎艰苦，嘴已经咬咧拼到底啊，总有一天啊会出头天啦。在沮丧边缘，住了几夜，想了几遍，直到手能撑起一。 心够勇敢才寸步向前，荷叶上露水无言的泪，一片片枫红提醒着转变。时间不等谁，错过就种在心里的甜。每。 最后都会变成从前。我和我的影子说再见，我和我的昨天告别，谢谢他陪我这些年，每次蜕变都是成长的体验。拍拍肩膀。